吃点啊，谢谢妈妈。送完玩具，谢谢谢谢阿姨。姐，你吃完饭可以走了。轻一点，不要这么大声。哎呀，不是我，是珍珍。珍珍啊，地板硬不硬？还是把咱们小孩背景拿掉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我这有什么区别呀、啊？你要是喜欢长头发，那么可以留嘛。人家是帅哥了，我不也是啊？哪个不行、啊？是吗？嗯，这都是翻新，你发现吗？那想吃的巧克力他不给我吃，几十块一根的雪糕他更不给我吃，都给珍珍吃了。我很好，反正一直都是偶尔被需要。不在意今天我的容身是哎，他妈对他都是假好。哎，你看他还偷给你准备礼物呢。啊、怎么可能是给我的？这分明就是给珍珍的。就是给你的，是菲乐儿童蝶衣减负包。哇，这个包我知道，采用的是蝶衣背板，其实直接翅膀上，分散肩部48%压力，肩部更省力，让腰背看起来更挺拔，而且还有 BOA 调节扣，一选一扭就能调节。谢谢妈妈，我就知道妈妈一定会对我好的。好了好了，赶紧收拾东西去。嗯，干嘛？你要跳去玩？走吧，出去住两天。拜拜。寒风吹进我的家，听着闹钟滴滴答。